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翔哥。其实不瞒大家说，我还有一个非常爱吃的东西，那就是灌汤包。每次出去吃早餐，只要别人一问我想吃什么，我第一反应就是灌汤包，不是那种蟹黄灌汤包，就是普通的那种灌汤包。因为我特别爱吃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如果是那个小笼包的话，有些人他做不好吃就会很干，我就喜欢吃那种一咬开那个汤汁，哇，流出来。太香，但我一直又觉得这个灌汤包是非常难做的东西。首先包包子我们就不会，还要往里面灌汤。但后来发现其实蛮简单，普通做法就是用猪皮做成那种皮冻，包在里面，给它蒸热的时候它就会化开，就变成汤汁。又或者是用鸡汤高汤加入那个吉利丁粉，凝结一下，冷冻一下，只要一加热它也会变成汤汁。但是今天我找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上材料，首先我们倒180克水，放入浓汤宝，冲清鸡靓汤口味浓汤宝。哇，真的好香哦！用这个做灌汤包一定超好吃。如果我学会了这道菜，我以后天天早上都要吃灌汤包。全部烧开之后，我们把它晾凉备用。尝一下，真的好浓哦！接下来我们就准备第二波材料啊，一碗肉末，大概350克，放点盐、糖、葱20克，姜和蒜一样来10克吧，搅拌。这时候我们拿出刚刚煮好的浓汤包，还比较有温度，但是它已经有点凝结的样子。我们再继续和匀。现在整个肉馅就是很细腻的样子，保鲜膜盖住，冰箱冷藏2个小时。这个时候我们拿出第三波食材，饺子皮，简单吧，超市都可以买，就根本就不需要和面啊那些乱七八糟。但是这个饺子皮有点厚，有点短，我们需要这擀一下，擀最外面就可以了，稍微把它再扩大一点。我们感觉擀了没擀都是一样大的呀。猪肉馅冷冻好之后，已经变成这样非常黏的状态。现在我们就开始包饺子了，不是包包子了。这是怎么包来着？尝试一下。对吧，这个饺子皮有点干了，馅怎么这么多啊？为什么包成这个样子？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包包子。根据我姥姥包饺子的经验，我应该在这周围淡点水，那么它才好缝合在一起。为什么我包的包子奇形怪状的呀？没没呀、啊，会包包子不？会不会包？稍微帮我看哈。我也没有包过，我只是看过。你看我包的可以不嘛？讲讲，我也从来没有包过。你包子是那样留大个洞洞在外头，包子不就是要叉叉叉叉叉留一个洞吗？那个包子中间有个洞呢，这是太丑了，还没有我包的好，留一个大个洞洞，那是烧麦，包几个饺子来吃，灌汤蒸饺应该不错哈。包饺子我还是可以的，然后你包了以后，我都包得边笑边瘦了，他分分钟把6个饺子来碾压你。2、4、6、8、10、12、14、16。没，你还差我2个，剩下你包吧。差不多包完了，后面是饺子，中间是包子，包子是我包的，可以看得出来，技术上真的是势均力敌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灌汤饺和灌汤包上锅，上气蒸8分钟就好。好，现在已经很晚了，我们就不搞那么多，留着以后吃早餐。1、2、3、4、5、6、7、8、9、10，正常食量，我们就拿去蒸8分钟，蒸10分钟，亮晶晶的。感觉应该还可以哦。总之这个外表皮看着还可以，就是那种闪闪发光亮晶晶，好像已经有一些汤露出来了。那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简易家庭版灌汤包真的能不能达到灌汤包的效果。打开了，有汤的，但不是很多，这只肉还是红色的，熟了没？先我就尝一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汤。汤是真的是有，但是真的不多，只不过味道还可以，因为加了浓汤包的时候它这个味道就比较丰富嘛，而且用这个饺子皮也非常薄，真的和外面差不多。外面卖的应该就是用饺子皮包的吧，不过这个肉红彤彤的，我真的觉得。我再蒸一下，我又去蒸了10分钟，怎么样都熟了吧，再来尝一个。首先用这个饺子皮包就和外面的一样，又薄非常劲道，不会像普通的那种包子很面的那种，像馒头一样。其实我最失望的就是它的汤汁真的很少，达不到那种汤汁
直接流出来可以喝的那种效果，但是它这个肉馅里面也确实是充满了汤汁。味道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达到外面小饭馆的标准，是挺好吃的，就是没那么多汤，达不到灌汤包的那种灵魂。再尝尝这个蒸饺，好好吃哦。不过也没有关系，真的是蛮好吃的，我学会了这个也不亏了。别说我包的这包子还可以哦，虽然是有点歪东倒西的，但是至少还可以吃。就喂得像石头一样啊。怎么样，我煮了煮起来是不是特级棒？好吃哦，好吃啊。以后早餐又煮了交给你啊，你煮。这一盘子全部蒸好了，还好吃不？好吃啊。买的差不多了。我买的差不多了。